讲义的第二章第三页 ，OK 了哈。好来，那我们就看一下哦，仔细看清楚我的标题，它不是形容词的最高级跟比较级，它是副词。那上次呢？昨天我们的副词提醒你，大部分的副词都有什么 ？ly 对，大部分的副词都有 ly， 可是有八个是它形容词跟副词长得一模模一样样的。我来看看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漂亮的，我先给你一个提示，第一个是漂亮的，对，再来 ，far， high， together， 很好，漂亮的，法海和尚嘛，陪我一起，再来 ，hard， 对，努力，再来 ，early， 早嘛，再来，晚，再来，快，对，那这八个呢，它就会跟人家不一样。我提醒你哦，大部分的副词因为都有 ly。所以它的变化会跟昨天教你的漂亮的法海和尚陪我一起努力早晚快，有没有？我回来前面看一下，等我一下啊，我回到标题的地方，就是漂亮的法海和尚陪我一起努力早晚快，这八个是因为它的形容词就等于副词，所以我会不会把 far 加 ly？ 会吗？不会，对不对 ？high 可不可以加 ly？ 可以，可是它意思不一样。就像 late 我可以加 ly， 可是意思不一样 ；hard 加 ly 意思不一样。那这八个呢？等一下你要独立出来看 ，OK 哈？好，那我就回来全部。哎，这我昨天都上过了，我就直接看真正呢。其实我为什么说这是段考比较难，就是因为它结合了形容词的比较级跟副词的比较级最高级。好了，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所以副词的比较级跟最高级呢，其实第一种我们是没有 ly 的，把这个没有 ly 的圈起来，其实就这八个。漂亮的法海和尚陪我一起努力找碗筷，因为要吃饭嘛，所以你要有餐具，就这八个是没有 ly 的哦。那没有 ly 的这种副词，因为它本身就是已经是副词了嘛，所以我们就加 er 加 est， 因为它跟形容词一样。第一种就这八个，第二个呢是字尾本身有 y， 它有 y 哦，那有 y 的话呢，它就去 y 加 ier， 去 y 加 est， 所以这八个里面的其中这个 early 是因为它刚好也是形容词，它也是副词，可是因为它有 y 啦，那怎么办？你就不可以再去 y 加 ly 嘛，不可能，所以它就去 y 加 ier， 去 y 加 est， 那这个字呢，它同时是形容词的比较早的。也是副词，早地一样哦，就是这几个刚好它形容词、副词长的都是一样，所以它就刚好跟形容词一样。可是再来，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副词都有 ly， 看清楚，因为它有 ly， 请问你 slowly 几个音节 ？slowly 算几个音节？两个，那两个音节就叫做多，所以多音节我们就会在它的前面加上什么？More， 那最高级就会加上 the most， 对，我这里少打一个 the， 你要把 the 写上去，是 the most， 是因为它就回归到我们之前学到的那个形容词的最高级，双音节就算多，多音节的话，就字的前面加 more， 字的前面加 the most。 好，那不规则变化怎么办？判断第一种，它本身 badly 就变成 worse， 或者是 the worst。然后 will 呢是 better 跟 the best， 那你会发现，哎啊，它不跟形容词一样吗？对啊，没错啊，因为这种不规则的怎么办？背多分啊，对，背越多你分数越高，所以这一课你必须跟你的第一课、第二课做一点点比较，因为一种是形容词的比较级跟最高级，一种是副词的比较级跟最高级，好了吗？好，那就往下咯。再来呢，我们副词的比较级的句型，看清楚为什么我这里会特别写副词，因为副词的功能大部分都拿来修饰什么？动词，对，所以你有发现我写了一个动词，对不对？因为动词搭配的是副词，可是旁边找个位置写，那 be 动词我会搭配什么词？写一下哦，它搭配的是形容词，所以你会写 he is happy。He is happy， 可是会 he thinks happily， 两个形容的东西不一样，修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 be 动词后面它是形容词，一般动词后面是副词。可是我这里帮你写的是副词的比较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字 let， 那 let 通常都是几个东西用的？
两个，对，所以这里写的乘以二。OK 了吗？所以第一题 ，Mr. White 呢，他教的书比 Mr. Brown 好。那个好，看清楚 ，teach 是动词。那刚好 good 的比较级叫 better， 可是这个字你要写清楚，它不是 good 的比较级，它是 well 的比较级。因为我们要修饰的是教书这个教这个动作哦，不是这个好老师这个好的这个身份，所以这个字你要写清楚，它本身其实是 well 的比较级，不是 good 的比较级。好，第二个 Jenny 呢，她跳舞呢比那个 Alyssa 还优美啊，所以第一个把这个 ly 往前面这个话，因为修饰动词的我们要用的是副词。OK 哦，那因为它有 ly， 所以我们就是在它的前面加 more 就好。所以副词呢就简单分，有 ly 跟没有 ly， 有 ly 找 more， 没有 ly 就看它原本形容词是什么，就照那个变化就好了。好，第三，那个 Laura 呢，她来 Pitea 呢还早到学校。那边 early 这个字本来它就是形容词，可是它刚好又是副词，那因为它是 y， 所以它就去 y 加 i 呀。所以它跟原本的形容词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要箭头要画对哦。这个 earlier 修饰的其实是 can， better 修饰的是 teach， beautifully 修饰的是 dance。也就是呢，你现在一定要记住，随时提醒自己，副词它一定跟一般动词，形容词一定跟着 be 动词，好了吗？嗯，那就 OK 了哈。好，那就是比较级啊，两个用比较级。那到了第三种呢，叫最高级。请问最高级通常都是几个用的？三个以上，跟这里包含三个，甚至三个以上。那什么时候用到最高级的关键字？我已经用红色的写给你看了。第一个 in， 第二个 of， 当然你可以写第三个叫 among，A-M-O-N-G。这个字强调呢，就是三者之间。当然你也可以写 at 啦，因为 at 是小地方，当然可以，只是你要记住它通常就是三个以上在用的。好啦，来第一个要请你一样，这个字先帮我写 well。 为什么它不是 good？ 因为前面是 play， 前面是 play 是动词哦，所以如果因为这样的关系，它呢在这个音乐社里面啊，它是社团里面，应该说他是社团里面弹吉他弹的最棒的那一个。那原本修饰的是弹那个动作，所以那个 well 记得要变成 the best， 因为你的 e s t 在这里。那为什么只要用最高级这个字 in 的关系？好，第二题，因为 of 是当中的啦，所以呢一样哈、哦，帮我把这个 slowly 的 ly 先往前画到这个 run， 所以你不能 run slow。因为 slow 它是形容词，它不是修饰动作的，它是修饰人的。所以呢，你这个第一个加了 ly 之后，因为有 ly 嘛，那 ly 的就是 the most， 所以呢，它就变成 Irene runs the most slowly of these girls。好，再来第三题，是因为 in the class 这个 in， 看到 in 其实就大概知道有个底是三个了。那因为 hard 呢，这个字刚好是我那个漂亮的法海和尚陪我一起努力找碗筷，因为要吃饭。这个 hard 呢，刚好是最努力的，那它本身就是副词，又没有 ly， 怎么办？它就跟形容词一样，它形容词呢原本的最高级长怎样，它就是怎么样，所以就是 the hardest。那这个字你要写清楚哦，它是最努力的哦，不是最硬的，不是最困难的，都不是哦。好了哈，好，再来我们就试试看，这三题还没好的举手。好。所以记得，我还是要提醒你一次，形容词搭配的是 be 动词，副词搭配的是一般动词。好了吗？刚刚举手的 OK 了哈。好，再来我们就直接看，试试看了。第一题圈这个 gets， 它是动词。第二题圈 thinks， 它是动词。第三题 write。它是动词，所以它跟 be 动词不一样的地方，我再请你们写一遍 be 动词后面，或者是我们第三课学到的连缀动词后面。这个时候它虽然都是动词哦，虽然我都写 be， 可是这个时候开始你要有个概念， be 动词跟连缀动词它们两个是一国的。这两个为什么说是一国？因为这两个的后面都只能加形容词。所以 he is sad，
就是 he looks sad。 可是这个强调的是状态，不是那个动作怎么做。第二个呢，如果今天我们修饰的是动作，动作哦，一般动词。那什么叫一般动词？从你的头顶到你的脚底，只要用得到你身上任何一个部位的，这个都叫做一般动词。那一般动词后面呢，它会跟 be 动词做一个区分，就是大部分都有 ly， 这样子写。所以你看这三题，我都有请你先帮把动词圈起来了，对不对？那修饰动词的，我们一定用副词。好，那我们试试看哦。第一题，请你圈这个 in， 看到 in 用什么级？最高级。好，我就写最高级咯。可是因为 early 这个字有 y， 我怎么把它变成最高级？去 y 加 ist。 可是最高级你要有 est， 那个 e 是哪一个 e？le， 对，所以要 le earliest。 可是念我们不会念 le， any le earliest。 所以这个是刚好跟形容词长得一样，所以就不用想太多，就一样就好了。可是第二题就不一样咯。第二题呢，修饰的是唱歌这个动作的时候，第一个我要应该要用的是哪一个字？修饰动词的一定是副词嘛。 good 的副词叫什么？ will。 请问 will 有没有 ly？ 没有。有没有 y？ 没有。那它就跟形容词一样，那就想一下它的形容词叫 good。 good 的比较级，为什么我知道是比较级？ than。 对，那两个。那 good 的比较级是谁？Better， 没错，它用的就是 better。 可是它原本不是 good 哦，它是 will 这个字的变形。好，第三题又有动词了。那修饰动词的第一个我要用的应该要用副词，副词大部分都有哪两个字？ ly。 所以 Jay writes songs quickly。 对，没错，因为没跟谁比啊，我并没有跟谁比啊，所以这个字只要写副词就好了。 OK 啊，然后旁边帮我写一下哦。那它有 ly 的这种就是 more quickly， more quickly。 那如果我说他是班上写字写歌写最快的，那叫做 the most quickly。 其实你也可以去想啊，因为 quickly 本身就是一个单字，那它本身又刚好两个音节以上，所以当然我们就是加上 more 跟 the most， 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副词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有 ly 跟没有 ly 不一样。你写完了 OK 哦，好了，那往下咯。再来下面呢，要请你们再来就要开始认真判断，因为其实它真的跟第一课第二课有一点点像，可是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你们很容易搞混，所以我就把它整理成这样。形容词跟副词的差异在哪里？第一种 be 动词后面搭配的是形容词，所以你就讲 I'm happy， 没错吗？第二个，一般动词后面一定接的是副词，所以大部分有 ly。 可是问题来咯，因为我们句子绝对不能犯什么错？双 B。 所以如果我有 be 动词，我后面动词要怎么办？不能双 B 啊，所以我只好把动词加什么？ ing。 好， ing 的地方帮我写个主动。那 PP 你们现在还不会没关系， PP 呢是你们到了第五册会学到的，这个叫被动。他被撞了啦，他被咬了啦，他被吃了啦，这种叫被动。被动呢大部分就是动词加 ed， 可是它不是过去式，它叫过去分词。那我们之后会上到，所以你只要有一个概念哦，加 ing 的是主动，加 ed 的是被动，差别在这儿而已。那问题来了，我说他正在唱歌，你觉得他形容他修饰的是动作还是这个人？他正在唱歌，你觉得那个要修饰的是人这个身份还是他的动作？想一下 ，he is singing， 你觉得是 happy 还是 happily？ 嗯？Happy 哦，在这里啊，他接的是什么副词啊？因为我还是要强调那个动作啊，所以这种只要强调动作的，我们都加 ly。 OK 哈，大部分都 ly。 那连缀动词帮我写个五加五加二，就是那个看起来、闻起来、听起来、尝起来、感觉起来的那个变变变变变。另外那两个其实不止啦，赶快弄这个连缀动词很多，就那个似乎有没有 seem 跟 appear to be。所以这些呢，刚好两个接 ly， 两个没有。好，再来要请你先拿荧光笔出来，我们一题一题来看，好了吗？第一题，请你圈 singer 跟 sings。 第二题圈 Harry failed， 等一下我跟你讲原因。第三题我已经帮你写好了，叫 was。 第四题也帮你画好了，叫 reads。
第五题圈 are singing。第六题圈 look at 跟 looks。考试一定考第六题，考试一定考第六题。好，先到这边，我们先停一下，好，来试试看哈。第一个 ，Jolene is a singer 的前面 ，singer 是名词，对不对？一个概念，名词前面要放什么词？形容词。那 good 的形容词是 good 啊，对啊，照抄而已啊。可是第二个，那就是呢，因为他是一个很棒的歌手，表示他是做这个唱歌这个动作做得很好。那修是动词的，我们要用什么词？副词，那就不能用 good 咯。我应该用什么 ？Well， 没错，很棒，没有 goodly 这个字哦。好，可是第二题呢？副词的功能，除了修饰动词、修饰形容词、修饰副词、修饰偏语之外，最重要的，它修饰的叫句子。所以 Harry 写个主词 ，failed 写个动词。那修饰整个句子的，你觉得是形容词还是副词？可以这样做。刚讲完的副词，好，那 unlucky 怎么把它变副词？Unluckily， 没错，所以很不幸的一件事，哪一件事情 ？Harry 呢？这次考试不及格，所以修饰句子的哦，这个要修饰句子，我们要用的是副词，所以通常它会放在第一个字，然后用逗号。好，第三题有 was 有没有？在这里，你就看这里 ，was 是 be 动词 ，be 动词搭配的一定是什么词？形容词，所以 careful 怎么变形容词？照抄啊，对啊，照抄啊。可是第四个呢 ，read 我已经帮你写 read 了，它是动词咯，动词修饰的是什么词？副词，所以 careful 怎么变副词？加 ly， 对，它加 ly。好，那第五题呢是 are singing 比加 ，be 动词加动词的 ing， 它还是修饰动作，修饰动作的用什么词？副词，所以变成 sadly， 很好。OK 啊，那再来第六题 ，Mr. Wong looks at the naughty boy， 他看着这个顽皮的男生，你觉得他是 be 动词、一般动词还是连缀动词？一般动词，所以要说是一般动词的应该是什么词？副词。好，那 angry 怎么变副词？它有 y 哦 ，gy 加 ly， 可是第二个 looks 在这儿，它又变成它了。对不对？他的状态，他的状态不是那个动作哦，所以叫 he looks angry， 没错。所以这有点复杂，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搞懂。好，再来下面第七题圈 wrong， 第然后再来圈 n， 圈 is 跟 dirty， 不要被骗哦。再来圈 look 跟 land， 最后圈这个 is blowing out。好，那我们试试看哈、哦，来再一次修饰动词的用什么词？我回来这边给你看，修饰动词的用副词，对不对？可是 quick 怎么变副词？ quick 怎么把它变成副词？加 ly， 可是它又有 len 怎么办？第一个你要加副词嘛，因为修饰动词的啊，我要用副词啊。可是偏偏又有 len， 你要把这个有 ly 的又变成副词的比较级的，加什么？去完加一啊，恭喜你！错，有 ly 跟没有 ly 就两种，有 ly 的加什么？有 ly 的加什么 ？more， 有 y 的加什么？回来这边，有人已经搞混了，你看真的有人搞混了，我再讲一次哦。副词我们就分成四种，第一种没有 ly 的，第二种有 y 的，第三种是有 ly 的。好，那刚刚你说 quick 是有 ly 还是没有？没有。quick 没有啊？你要把它变副词啊？有啊，所以有它是有 ly 的，加什么？比加 more 啊，所以回来，所以这一题应该是要用 more quickly。可是第二个，这个是 runner 是名词哦。我说，哎，你啊，跑的速度啊，比那个 Kevin 快吗？我说是啊，我是这里。最快的，好，那 fast 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加 ly？ 那八个里面有没有它？有，那它就等于形容词。形容词怎么把它变成最高级？它不能加 ly， 所以怎么办？加 est， 可是 est 的那个 e 要加个什么字 ？the， 对，叫 the fastest， 曹先生，清醒。
好，可是第二题不要被我骗。第二题我要提醒你，我虽然叫你圈椅子，对不对？可是椅子要画到这里，画来这里，因为 is 它搭配的是 dirty。可是再来，我要修饰形容词的，请问你哦 ，dirty 是形容词，对不对？因为 be 动词后面接形容词嘛。那我要修饰形容词的，应该是形容词还是副词？副词好，那 terrible 怎么变副词？去一家 ，why 还是 ly？why 对，因为 terribly 副词才可以修饰形容词。所以你就把这个 terribly 想成 really, really dirty, very dirty, pretty dirty, 因为它是副词，副词才可以修饰形容词。好，再来第九题 ，Does Dora look? 好，想清楚，这里有 y, 类又是两个，所以我怎么把 pretty 后面要接形容词还是副词 ？Look 是连缀动词，连缀动词后面接形容词。好，那 pretty 怎么变成形容词？又要比较级。去外加 ，I 呀，超级无敌棒，没错。好了，再来第十题 ，My teacher is blowing out the candles， 他正在吹蜡烛哦。那 be 动词加 ing， 后面接的是形容词还是副词？副词。好，那请问你副词 happy 怎么变副词？去 y 加 ly， 没错，很好。好，再来考试呢，这个会断考出一题式作答，你可以把它想成中文，用中文去想。Daniel 呢，他呢对于跑步这件事情呢不太好，不太擅长，表示他做什么动作不太好，跑步。所以因为你要用副词嘛，那副词一定要搭配的是动词，对不对？所以我这四个字里面，这五个字里面哪一个可以变成动词 ？Run， 所以变成 Daniel runs， 非常好哦 ，Daniel runs， 也就是他跑步的动作是很惨的。那这个 poor 呢，把它变成副词，所以就变成 poorly。你要像我这样画箭头哦，就是 is running 整个结合变成做那个动作的那个动词，所以就变 runs。那 poor 呢，因为你要修饰动词嘛，所以就变 poorly。好，再来第十二题，一样想中文哈、哦。Mr. Brown taught well， taught 是过去式，他以前教书教得很棒，表示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清楚，这要用中文去想，可以帮助你。的确，刚刚那一句第十一题是说他跑步不太好，表示他不太擅长跑步这个动作，表示他跑步跑得很烂。第十二题是布朗先生以前教书教得很好，表示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很好的老师，对不对？那 Will 怎么把它变成很好的 ？Good， 所以就变成 Mr. Brown。那你会发现我的箭头拆成两个，我的 taught 变成两个字。因为 taught 呢本来是 teach，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人做动作的人，就变成 teacher， 所以就变成 Mr. Brown was a good teacher。这个要会哦，这个考试就考这个哦。Mr. Brown was a good teacher。好了哈，好了，没了，大概就这样。没问题的话，等我一下。